好强哦，可是没有时间去练。他那个转圈圈的晕，哦，感觉很好玩。啊，是要到了没啊？叫嘞！哎呦，新手模式，飞翔爪教学。啊，怎么快死了？哎，为什么他的飞翔爪那么帅？那个是什么的？他这是什么的？为什么？因为我那时候看到飞翔爪，有人是会发光的欸，是那个吗？那叫什么？兽魔猎人不是兽魔猎人什么？那个外观那叫什么啊？忘记了，是不是手要改成那个？就是捡起掉落物会变成很肥，像什么鬼东西的，才会有这个飞翔爪。啊，但丁呐，想起来了。因为飞翔爪会发光，很帅，很漂亮。好啦，摸你一下，摸一下，摸一下。好好哦，有人送我哦。女角外观吗？你就用我这一套啊。你就用我这一套啊。啊，那一套要那个啦，开花季的吧，还是什么的？我很爱用这一套欸，我现在看一下哦，这套啊，我很喜欢我这一套欸。这套还可以微调啦，就是手改成那个浴衣的，就不会有那种缎带，手看起来会更欸。有啊，现在就是用那个浴衣的手。手看起来比较没有东西，好像看起来怪怪的。外观，我还是这个好了。剑术大师是什么？那个冰咒龙的吗？吼、哦，哦，我知道那个冰那个奶妈骗手。骗手奶妈。
红色不要，那太恶心了，我不要，我不喜欢。要怎么讲？之前玩泰拉瑞啊，就是那种彩虹的什么鬼东西，那个我不喜欢。打完毕业考拿调查局票做外观，外观是建筑大师的样子，男生才有哦，性别平等嘞。気をつけて。首先，晚上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去抓那只。女的是受妇娘，哎呦，那个是冰原的吗？还是旧的了？旧的外观。我们来抓一下，200的呢，不抓白不抓。我没吃饭。白痴哦，你现在吼！有200等哦，哇！好，我拼了！来来来来来，200等而已，我来，好恐怖哦，200内。多秒哦。
好像不用200，把自由任务一哦全解哦，哇，好，没问题，明天看到我就我就不知道干嘛。你的错怎能看不见？为什么这一幕人的最危险？为什么爱会让人变残缺？天气真的转凉了，等一下开个暖，暖灯。好，晚点要来布置小屋，还有成就。当你的泪水划过侧脸，爱蹦，我只能想朋友的体贴。嘿，想揍他一拳，更想叫他滚。我因为抓预兆蜻蜓抓到我已经把这根树的附近的路线都已经摸熟了。1号营地耶，那这时候要去11号营地啊，打到都知道他要去哪里了，真是齁。那时候都在帮新，就是我们那一群新手，每次都因为要做雷狼龙的东西，就非雷龙的东西，然后打一打都往11号跑。那为什么不飞11号营地呢？是因为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，如果不是的话，很糗耶，是吧？100滴血而已哦，他血那么少。不要打那只青蛙，那只是我的。现在看到什么都要抓，90还不是大的哦，我的天！哎呦，我有抓到一只大的青蛙，还有什么可以抓？对啊，
突然那些撞个几千几千看习惯，然后撞了一下100多滴血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的猫！哎、欸，都会送票据哎、欸，虽然没什么用。夜夜拜拜，夜夜路上小心，感谢你的挂台。大家为夜夜道别，献上你们最真诚的敬意。什么鬼？怎么又是诱导啦？不喜欢诱导，诱导很久哎、欸。相信我，这个真的很久，我不想解。不是我不解，而是真的是太久了。这白很好看。好了。应该有了。什么什么鬼？为你道别啊！什么车车给油？还是莎莎给油？哦，那念莎莎啦，看成车车车去哪？莎莎给油。这把好看，可是这把。再升下去就不好看了。你没有死，哎、欸，我最近对死这个东西感到很免疫耶。魔物是天慧龙，天慧龙是什么？好看吗？它好看吗？它可以吃吗？好啦，打钢龙啦。你的痛怎能看不见？为什么最阴暗的最危险？爱会让人变残缺？为什么那么痛？哎、欸，等下，这是上位钢龙哎，白痴哦、喔，古龙只有上位。三杯，今天开到5点或5点半吧，晚上继续开。哦，喷射哦，有，我有印象了，那个喷射机，有我有印象。他就翅膀会喷出那个喷射机的火，我有看那个艾森巴赫的那个。好啦，拜拜，拜啦，拜啦，路上小心。欸，我的台变延迟变少了，我很开心。